好感謝小咧，可以喺讓我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我一啲嘅意象啦。其實真唔係我自己有咩嘅了不起咯，其實真係神嘅恩典，讓我可以有咁樣嘅經歷。咁喺我好多意象裏面咧，其實曾經有一個係大概幾個月前嘅，我嘅仔喺學校就俾同學行到放學時候喺樓梯嗰度，俾一個同學咧就喺後邊撞。咁佢成個人就向前撲嘅。咁其實當我知道我仔發生呢件事的時候，我真係好擔心啦。咁但係神即刻就有一個異象俾我見到咧，就係佢跌嗰下咧係有天使嚟托住佢，係有幾個天使咧同一時間咧去保護住佢。咁我見到當我真係見到我仔嘅時候咧，我見到佢真係全身頭啦、手啦，係冇一處係擦傷或者係有瘀嘅。咁好感謝神。佢讓我睇到呢個嘅異象嘅時候，係真係有一個證據，就讓我見到我嘅異象係一個證，有一個證實嘅一個準確性。咁我就好感謝主，佢俾我睇到佢點樣嚟保護我嘅屋企人啦。咁喺25號嗰日咧，我就喺屋企祈禱嘅。咁我聽到神咧同我講咧，佢話咧，佢話阿葉仔係摩西。咁我一聽咧，即係葉仔係邊個？咁其實神咧唔係第一次同我講咧，葉仔嘅稱呼其實係講緊阿葉牧師，一個好親暱嘅稱呼咯。咁我感受到咧，葉牧師同神嘅關係咧都係好親暱嘅。我聽到呢個稱呼時候，咁佢話阿葉仔係摩西。咁咧喺呢個世代咧末世裏面咧，我會興起好多嘅約書亞嚟跟隨住，就好似咧昔日咧摩西帶領住以色列人去進入應許之地、安息之地咁樣。佢話今日我要使用葉牧師去帶領一班嘅弟兄姊妹進入神嘅國、神嘅應許、神嘅命定嘅裏面。咁我感謝神，我係神係話我係其中嘅一位。我好被激勵，咁同埋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咧，係真係想將神嘅心意去話俾大家知，係神係好激勵我哋嘅，佢係好欣賞我哋嚟到呢一個課程裏面去學習、去跟從、去處理自己生命，以至到咧神係可以發揮我哋嘅生命咧，去祝福更多嘅人。咁我亦都睇到咧，神咧對葉牧師嗰個嘅肯定，係肯定佢。按照神的呼召來開辦這個的訓練的課程，以致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跟從、可以學習、可以被神使用，可以將來可以是讓我們的香港是復興，讓中國是可以復興的。在很多的異象裡面，我是曾經有一個是很令到我很深刻的。有一天我祈禱，我去到一個地方，那個地方咧充滿榮耀，是很光的。咁我見到主耶穌咧就企喺我前面。咁我再望一望遠處，我見到天父爸爸坐喺寶座上面。佢好大好大，大到咧我係只能夠係望到佢下半撅嘅身嘅啫。咁我即刻就跪低。我即刻去敬拜佢哋，我敬拜天父，我舉起手嚟敬拜。咁主耶穌就同我講：你去嗰邊睇下。咁跟住我就跟住主耶穌指示嘅方向，我就行過去。我見到一張長嘅台，係發光嘅嗰張台，咁長，大概咁長。咁咧上面鋪咗一塊好潔白嘅台布，好光嘅。咁我就跟住個方向行過去，並且我見到台面咧係擺住一本好厚嘅書攤開嘅。咁我行到過嘅時候，台嘅另一邊咧就企住一個發光嘅天使。嗰個天使咧，我感受到佢咧係有能力嘅天使，而且咧佢係好威嚴咁企喺度嘅，嚇有啲似士兵咁樣係企喺度，好似係看守住我嗰本書咁樣，前面嗰本書咁。咁我行到過去，我問嗰位天使，我話呢本咩書嚟㗎？咁天使就同我講係你嘅生命冊。咁我即刻就耷低頭去望。咁我第一時間
我好驚訝，同埋我好好令我感動，因為我見到咧嗰一冊上面咧見到自己，好似影片咁樣睇到自己嘅啲事情，係睇到我十幾歲時候，我當時我經歷一個好大嘅一個傷害，係好大。嗰個傷害咧係令到我咧幾年嘅時間裡面咧，三年嘅時間裡面咧，我係一諗到呢件事咧，我就會好痛個心，我會覺得好無助，我會好失落，甚至乎我夜晚瞓覺的時候，我冚住被窩一諗到呢件事咧，我就會流眼淚。係三年幾嘅時間，我都係咁樣去過，係冇人知道。但我睇到那個影片嘅下面用一啲嘅好似係原子筆嘅寫住一啲嘅字，嗰啲係神俾我嘅一啲嘅感受。佢話：我好傷心，我好傷痛。佢話：女兒，豈不知我比你更加心痛嗎？豈不知我比你更加心痛嗎？因著我愛你，你所感受的我比你更痛，而且你流的每一滴的眼淚，當你流的時候，我都是跟你一起流的，我都是跟你一起。我看到這些字的時候，我真的說不出那個感覺。但是在十幾歲的我是從來沒聽過主耶穌這個名字，我從來不認識祂，但是祂在那個時候，原來神已經愛著我，而且祂是感受到我的感覺，祂是有感覺的神，祂是有感情地去愛我的神。當下我真的覺得神你愛我，這樣的愛我在哪裡可以找到，我在哪裡可以找到呢？是找不到，在地上沒有一個人是這樣來愛我，只有神。因為這件事其實在我自己來說，我是從來沒有再去思想再去想這件十幾歲的事了，但是神就讓我看到，原來在我未認識祂的時候，祂已經知道我，也都感受到我的傷心，而且祂有跟我一樣的感覺，祂是與我同行的神，並且祂知道我一切的神。所以各位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我們以前有什麼的傷痛，有什麼的傷害，或者是現在，我都相信神祂跟我們一樣，祂是感同身受的，祂而且比我們更加痛。因著祂這樣去愛我們，其實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去擔心？其實我們還有什麼必要坐在地上因為這些傷害去受苦呢？神祂是定義是愛我們，祂是定義去祝福我們，祂是定義是醫治我們，我們不需要背著那些的傷痛，那些的傷害是行神的路，我們可以歡歡喜喜，我們可以交給神，因為祂是願意，祂是願意，並且祂是會使用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環境來幫我們脫離這個的傷害，讓我們真的在祂裡面，我們是有自由，我們是得著豐盛的生命的。在詩篇56篇的第八節，大衛
是这样写的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皮袋里，这笔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所以我很感谢神，神给我见到好像黄泉道这样去见到自己的生命册。我也都知道神给我一个生命的计划，我也都相信祂去不断是带领我。在我预备这一篇的、分享的时候，其实昨晚我就三点几就醒了，就睡不着。其实我是很少这样醒跟着睡不着的，我很好睡的。我睡不着之余呢，还是觉得很精神，好像不需要睡觉一样。我就听到神细细声地跟我说，他说你等候我。跟着我就入了房，我就安静，我就静下来去等候。我等下，我等候他有什么说话去跟我说。他给我见到一个异象，就是神的恩手在中国的地图上面。而且呢，中国那个图案呢，四面呢是围着发光的，好像火一样的墙，是围着中国的地图，而神的恩手就在上面。那我见到，我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，神就是用他的火墙来围绕着中国，来保护着这个土地，让这片土地是能够有复兴。但是跟着我又问神，我说神啊，但是现在我们香港这么乱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跟着主耶稣跟我说，他说香港的地图里面现在还有很多人跪拜偶像，甚至乎有些人他因着自己的需要，自己一些的名利，他们去行巫术、邪术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为到这些事情去认罪，去认罪。跟住我就再听不到神的其他的说话。看到这两天我们香港真的很乱，我们都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是去到那个金钟那里参加这个占中，但也有些的是安享家中，去为那些弟兄姊妹去呼求神的保护、神的平安。我很感受到神他那个需要，他需要我们去认罪，他需要我们香港人去认罪。因为毕竟现在在这个香港里面信主耶稣的人是很少，真的很少。神是很想复兴我们，但是很多人还未悔改，怎样复兴呢？我见到神是很需要我们去设立一些的祷告网，一些的祭坛，真是更多更多去为到香港去呼求神，去呼求神去复兴我们。因着神跟我说的说话，对我的这个呼召，我很想现在呢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一起去祈祷，为我们的香港去呼求神的平安要临到。在我自己年代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，对我来说也都很遥远。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，但耶稣说你们可以祷告，你们可以认罪。好不好弟兄姊妹，凡是有感动的，如果你身体是方便的，好想大家呢真的跪在地上面，因为耶稣在这里，他听着我们的祈祷，他好想我们同心合意去为我们的地土去呼求，呼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。
仰你，为你施行拯救，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个困局。主啊，求你因着这里有一班爱你的人，爱你的子民，愿意守你诫命的子民，他们切切去呼求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不要掩面不看我们，求你施恩给我们。在这个点中的事件里面，我们都很多的学生，我也都感受到学生后面的父母是多么担心他们，但他们一颗的热心，他们都要冲出去，去不顾生死，去甚至不顾父母的感受，他们都要冲出去。主啊，求你都安慰这些父母，你亲自来安慰，也都你保守那些学生，那些的游行的人士，他们进得你的平安。主啊，你都靠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香港里面，你的公平、公正、公义都在我们的当中，你让一切的纷争、一切的分裂都离开我们这个地图，你让警察，是啊，警察他是一个人民的公仆，但我们见到就是他被人唾骂，他们被人辱骂，甚至乎跟他们对立，警察竟然跟市民去对立。主啊，我们都不想见到这些，我们都不想见到，但我们没能力去改变，我们的能力都很有限，唯有你，唯有你的恩手，唯有你在当中作王掌权，你掌管万有，万有都属你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呼求你，你来拯救我们香港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。因着我们很多的人不认识你，他们信仰，他们叛逆，他们不想接受你的救恩，他们去跪拜偶像，甚至乎有些去行巫术邪术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你赦免我们，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单单不去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这一刻将一个痛悔的心都安放在我各位弟兄姊妹的里面，让我们切切地去呼求你，让我们不时地去呼求你，摇动你的手，让你的恩典降临，让你的恩典降临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呼求你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定义祝福我们，你说要复兴香港，你说要复兴中国。主啊，现在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困难，唯有你，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，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太阳万全，月亮万载，敬畏你的人直到万代，我们都愿意去敬畏你直到万代。求你的恩手，求你慈爱临到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同心的呼求。天父爸爸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多谢主，多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这个心，神啊，为你怜悯，看到呢是 中国会有复兴，还有呢是香港都是有复兴的，但是我们要为到香港，为到中国来到认罪，求主耶稣赦免我们。也都我很感谢神啊，就 Ezra 是其中一个人呢，是收到神的启示，就是说神要使用这个训练班来到祝福很多人。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，我们可以被神使用的。你跟隔壁说我们可以被神使用，我们可以被神训练，我们可以被神建立成为复兴的人。求神大大兴起我们，哈利路亚。